欢迎收看武当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昨天真的是很酸痛，我昨天很累。然后你们又约那个很奇怪的时间，你说早上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约塞车时间？他给我两个时段，一个10点，一个5点。然后10点很塞车，然后5点很塞车。然后想说算了，我今天早一点起来好，就我昨天剪片剪到3点。没有，你知道选这个时间是有个细腻的点在里面，弄完巧巧可以睡一整天。那5点呢？5点是你上早上已经睡满了，晚上可以继续剪片。你没有在乎过我在塞车这件事情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是现在还是陆续在拍？有啊 ，YouTube 影片要拍不拍懒懒的，因为我去眼睛雷射，然后就眼睛睁不开，好不容易好了，又要盯着影片剪片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我可能会再近视回去哦。对，你要不要考虑？瞧完之后回去？不是，瞧完再瞧完之后近视。瞧完之后近视谁要来？瞧完之后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？刚刚开始业配近视，那要是因为收费哦。所以有几件事情，肩颈酸痛一定有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超酸，而且我超怕，我很怕那种咔咔咔的那种。你跟他一样，但他跟我说超爽，对啊，这是真的。今天很呛是吧？那我觉得我们今天针对几件事情来处理。哇，今天要破解一个高低肩，你知道高低肩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真的有，因为我很习惯用某一边背东西，然后我都会呈现这种歪一边的状态这样。高低肩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会有了，女生会背包包，而且我们的包包又很重，差不多是10公斤吧，跟中旬一样。你那是黄金块吧？不是，我们有加笔电，然后有时候背宠物包，有什么那只狗就要3公斤这样子背了13年，我的肩膀。哪没事啊？会有高低肩很明显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高低肩其实有分两种，一个是脊椎侧弯而影响的高低肩，一个是肌肉僵硬的高低肩。所以我今天要破解就是肌肉紧绷的高低肩。如果说是肌肉紧绷的，你自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。苗姐，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你到底属于哪一种，好吧？你帮我这架。这样爬过去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随便。那他就想说我要过来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左右两边，这两边很明显，这边会很高。你说你背东西或抱狗都抱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压这边，然后你会相对这边就很一直要出力。人家抖肩舞就是这样来，然后这样。这边的感觉，这边是僵的，然后这边是软的，它整个是斜下去的。你摸这边，两个角度都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啊。好，这是所谓的高低肩，可是它现在目前摸起来像肌肉型的。我们一般要怎么去看有没有身体歪斜，往前弯，身体往前弯，叫做亚当测试。哎，不是为了我个人而设计，是真的，它叫亚当测试，世界都叫这个东西。这个脊椎用这个手去摸，看看它有没有歪左边或右边。可是这样摸下来，其实还算直偏直。它的这个东西都比较偏向就是所谓的肌肉紧绷型。那我刚刚说的脊椎侧弯或者是脊椎歪斜这件事情，不是我们说的算，是医生他们会照 X 光，他们有一个度数，他们会给他一个答案是什么。第二件事情，因为你常用电脑，你的脖子会僵掉，这边僵硬之后，你会影响到这边胸大肌上缘，还有他的手这边都会僵掉。你看我的手放在这边我都不动，来，你帮我用手机，他就丢进去。是不是烦？这是电脑。所以这边会让它的高低肩再更明显。那我们来试一件事，这边紧的会影响到哪里？会影响到脖子的紧绷度跟头的旋转角度。我们试一试哦。还有哎，我要可以开家了吗？还没开始，因为还没开始就开始开。还没开始，来，你看左边，只能这样吗？我吓我一跳，我刚刚说他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可以跟岔几条，往右边回眸一下。角度就明显比较小，然后我们顺便看一下他的背好了。他这一块其实对于女生来讲的话是比较厚一点，对啊，这一块虎背熊腰，就拉掉，就这样。那我们要进入主题了哦。好，来吧。我先教你怎么样可以自救这个高低肩。我们刚不是说肌肉型的吗？现在既然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型的，我们就很好去舒缓它。那这边的肌肉型啊，上斜方上斜方肌跟提肩胛肌这边，我们可以往下压，跟往旁边推，酸吗？酸。还睡得着吗？啊，可是还蛮舒服的。对，因为它这边僵嘛，所以我就一下，两下。
然后再按第三下。哎呦哎！好，压三下，你现在看画面。我觉得左边比较高了。有发现左边，他左边在这，左边在这，是你的镜头了，他的右边，所以他是右边对吧？对。所以这就是描写他，你只是所谓肌肉型僵硬，你只要好好这样。那如果我没有男朋友或什么的话，谁帮我压？球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球就是你的男朋友，你要换什么样的男朋友都可以。球，球，换男朋友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破解所谓的迷失的高低肩，好不好？那大家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还没啦！来，我们请躺。哎呦喂！行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坐起来一下，你再转过来看看。哎，好伤哦，好凉哦，是不是？我整个张开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整个醒了。醒来回来了，通体顺畅，通体舒畅。来，我们来量量，来，请麻烦转一下右边，够明显了吧？嗯，对，我觉得我不会想说我要看它，我可以直接看到后面。你想到你被忽略、嗯，然后来看前面，你帮我一样轻松挺胸，你看它的背就不会这么拱这一块、哦，这很明显。哎、欸，好舒服哦，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我的肩膀没了、欸，哎，那两个很重的东西没了、欸，推了没有？我刚帮你驱离，不是你是驱魔神态。好舒服哦，好不好？好扯哦，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是最好的。我真的第一次，因为我真的深深的感觉，因为我原本很害怕，所以我就是抗拒任何，比如说我去泰国，人家都会去泰式按摩。然后因为我折了一次出来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像被强暴了一样。很大力，对，我觉得我好像被用泰拳打了一顿这样的感觉，揍了一顿那、啊、就心情没有豁然开朗。那你现在有没有豁然开朗？对，我现在有很痛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其实没有很痛，而且会觉得胸腔好像拉开了，打开了，对，呼吸很舒服哎、欸。所以为什么说第一次做最好？哦，因为它落差最大。哎，而且我真的眼睛变好明亮。你们看得出我的明亮吗？我跟各位分享为什么会明亮，因为所有身体的器官都是血液循环在绕的。你今天要让这个器官正常，你是不是要供血？血液循环如果不好的话，情况之下，那那个器官是不是当然？血液循环。对，血液。哎，我听到了，是吧？很舒服哎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，我有点吓到。而且我刚刚一来，因为我刚刚塞车塞太久，然后又很累，然后刚刚那边一进来我就说，我想要一杯水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原本是想要坐在这边让他轻松就好了。我觉得他都这样讲，我给你加嘛。我跟你讲，还有很有趣的事情，你右脚没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右脚没力哦。你知道吗？一般通常对他来看右脚。来借我一下，我刚刚说两只脚，有一只脚右脚没力嘛。好，你脚借我一下，我们先从有力的开始。你这只脚帮我抬起来，来用力帮我往上顶，我会往下压，用力，全力。啊！全力加油！好，算蛮有力的了。好，你换右脚，来，请用力。我没有用，我没有特别用力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以为好像哪一边比较用力？对，你自己压。我这只啊，这张压下去。是不是他还可以撑？对，好，你换这只。哎，对对对，自己也觉得我这只，我自己也觉得我这只好没力。你刚刚还想扶他脚？对，把他扶起来。我现在描解他，你帮我侧躺看那边。啊！把气吐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你来用力往下压。我要抬很高哦。哎，你要用力啊！他来拆台，他来拆台。好，再来一次哦。用力往下压，顶，不是顶了哈。有，还要顶。好，来换右边。他很用全力。哎，我脚好像可以抬很高哎。有哎，他很哎，我突然间有力气了。有发现吗？哎，对，很难。好，可以了，其实。好不好？所以如果我用一个那个手的感觉，我们再倒带一下，来一样全力，就是全力跟我顶，来，它会比较有力，可以撑。OK， 来这只右脚刚刚是完全没力嘛，对，来用力，力量就会差不多。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的控制它。刚刚腰会酸痛嘛？就是不会痛哎。你再站起来看试看。哎，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光摸我的腰就会痛。现在会吗？现在摸不会痛。好神奇哦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来有价值吧？哎，我觉得超赞的。是不是早上五点也可以来？太早了、啊。没有，他还没睡。整个神清气爽，而且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我整个豁然开朗，心胸我觉得开阔，开阔，开了。对，我觉得不会跟他吵架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你。真的非常感谢雅今天把第一次交给我们体验一下。
整体的感觉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哎，不是单纯只是这样巧，而是有很多的关键在里面。对，超准的，你看我都不好意思宝贝。它是自然，它是自然的，我没有提醒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刚刚是很累，所以我会很想鼓起来，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突然间爆炸。对啊。好像这一集要剪给我阿妈看一下，没错，好不好？感谢雅雅，来，谢谢，也感谢咪咪。